铁匠搬迁到了城南，四书学堂小娃的课本总翻不完，这一秋的黄叶在入冬前飘散，炉火旁你有心事喝浓汤一碗。我和你的相逢是难忘的奇谈，便在遥远村镇也都能广为流传。这世间大多别离关乎书信与传，但是为官者即便如此，重在有一颗为天地的利心，我也不能罔顾真相，为百姓利益的初心滥杀无辜。你是温暖微弱灯盏漂白多少夜晚，我用时想到先生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什么样的人？太坏了，不过我喜欢。脍炙人口的牵绊，数数人的饭碗，嚼舌三寸不烂，虚情解不及你的笑意解馋，但许的旧话题像未解的谜团，未探究到底你却话锋一转。我的机遇是流放的奇谈，多年以后故事或许还在循环，总有些情感没有标准答案，到底你是着你我一再望眼欲穿。你是温暖微盏漂白多少夜晚，我用诗文了却遗憾，书写往事一段。你我不同人生，不同命运两端，却有着脍炙人口的牵绊。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就算不在名单上，我也会同大人同生共死啊。其实我挺开心，还是先生想着我。大人不用太感动，这是学生应该做的。舍不得我死就直说呗。一枝不存，毛将焉附？放心吧，一起走吧。好。中堂